腾讯体育9月24日讯，今天凌晨，意大利媒体再次报道了 C 罗将不参加国际足联板将里的消息。与此同时，西班牙媒体也报道称，梅西同样决定不会参加这次国际足联的颁奖典礼。西媒曝 C 罗将不出席 FIFA 颁奖典礼，昭示无缘世界足球先生。西媒曝梅西也将缺席 FIFA 颁奖典礼。巴萨球星梅西在今年的国际足联最佳球员评选中没有进入最终三人名单，但是上周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梅西还是愿意参加这次国际足联的颁奖典礼，因为他入选了年度最佳阵容和普斯卡什奖的候选。然而今天凌晨，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梅西改变了想法，决定不参加国际足联颁奖礼。梅西是在今天凌晨球队与赫罗纳战平之后做出这个决定的。今年的国际足联颁奖礼也将成为梅西自2007年以来缺席的首个国际足联颁奖礼。尽管梅西本人不会到伦敦参加颁奖礼，但是巴萨俱乐部方面还是会派出代表参加这场典礼。巴萨高层哈维博达斯将会代表俱乐部参加典礼。在梅西和 C 罗相继决定不参加国际足联颁奖礼的情况下，今年的典礼将会成为近几年来行为最淡的一场。本周中午大联赛都安排了一周双赛，密集的赛程或将是效力于英超之外联赛的球星放弃参加典礼的主要原因。若宁